哇，你看卖，哎，大家化解说，感觉明仔载那是我们上班啊，对不对啊？安尼就决定，咱明仔载卖上班，敢好？还是无上班来靠薪水啊？好，今天礼拜二非常高兴哇！你看看，很多妈妈们顿时之间哈，那像嫁别人哈，都欢喜起来啊哈，那像嫁唔着。可以得见那款，好，开开玩笑。好，阿兰起码哈，因为习惯的关系，牙齿擦掉咱的醋滴哈。啊，在这边表演的感觉好不好啊？好，你看没？底下块对联遐哈，他老天得财的观音来给咱保佑哦哈。啊，咱的醋滴你看灯拢开到光安尼哈，照亮谁啊？照亮大家哈，照亮大家。那我们赶快呢，再来这首《人生就是戏》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管大家现在是什么角色，我想呢，大家要知足珍惜现在的当下是最美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苦的后面就是甘，甘的后面就是苦。所以现在如果是生活的很好的人，要居安思危；现在生活的很苦的朋友呢，要大笑一下啊！我也苦被鬼啊，我也被快乐啊！哈，来，我们赶快带来这首《人生就是戏》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哈。